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，新手适合用眼线胶笔吗？眼线胶笔、眼线膏、眼线液是眼线中不同质地的产品。眼线胶笔的优点有哪些呢？一、笔芯较软，好把控，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的好上手。二、线条自然，边缘不死板不生硬，可以根据手法画出不同深浅粗细的线条。三、线条相对好修改，还可以用棉签晕染眼尾和下眼线。四、颜色最多也非常好买，可以作为眼影使用，或者是装饰眼尾。所以呢，根据以上几点，可以判断出新手非常适合用眼线胶笔。